家人们，一觉醒来，游戏圈出大事了。各大王者主播纷纷开始了冲国榜送 iQOO 手机的挑战。如此整齐划一且豪气的动作，一定事出有因。为此，我特意深入游戏圈打听了一下，原来这些主播都是 iQOO 主播联盟的成员。相信有很多小伙伴要问了， iQOO 主播联盟到底是什么？ iQOO 主播联盟是由 iQOO 签约的250名优质头部游戏主播组成的领袖联盟，直播内容涵盖市面上的各大热门游戏，你想看的在这里都能找到。经常会联动品牌做一些福利活动，在这次618 iQOO 就组织联盟里全体主播发起了挑战冲榜送手机的活动。只要我在这个6月10号之前能冲上什么什么任何英雄都可以啊，只要是前十，他不一定说一定要拿标，只要在榜啊，618就当天给大家抽一个 iQOO 12，朋友们啊，冲上国服公本，咱们直播间就给你们抽一个 iQOO 手机啊。感觉618的冲榜活动能让更多人关注到 iQOO 销量，肯定碾压了吧？有没有欧气爆棚的朋友在直播间抽到手机呢？